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我哋 PCS 夏季赛嘅 Round One Day One 啦。咁咧，啱啱咧呢一个嘅 J Team 咧，就虽然啦，佢哋系第三名啊，咁就不幸啦，第一场咧就输咗俾呢一个 BYG。咁咧，啱啱咧就收到消息啊吓，咁咧 J Team 咧就要换一换人啦。咁啊，啱啱咧可能发挥得麻麻地嘅呢个 Driver 咧就换啦。換咗阿 Rock 上嚟啦，今場就會咁啊繼續啦，因為啱啱佢第一場輸咗啦，所以就好似我咁講啦，係嘛？咁所以咧就今場咧佢哋可以繼續選邊，咁所以佢哋今場咧都可以繼續揀南方啊，咁就唔知會唔會即係好似一開頭咁講，哇正三場，即係一路就可以打南方咁打落去啊呢、這個 BO5 好幸福啊，又可以打南方 ，J Team 一定好开心啦咁场。诶，睇睇啊，因为咧最近其实 Driver 就啱上咗韩服精英1000分嘅，之前佢哋喺个访谈入边其实都有提到嘅。咁但系就奈何就似乎即系实战同训练始终都系两回事啊。因为始终就Driver 其实已经太耐冇上过场啦，咁所以就阿 Rock 翻翻嚟啦，换咗啦，咁然后就其他人系冇变到嘅。咁啊睇下啦，因为都之前讲过就系话阿 Rock 其实相对上嘅能够。搬到出嚟角色其實係會比較多啲嘅，即係最明顯嗰一手就好明顯會係納兒啦，會比較多少少啦，係啦，咁甚至雷尼克頓啦呢一啲嘢，特別以往都玩過，即係鬥士類會比較多啲嘅，係啊，咁所以就譬如關啊呢一啲都係可以，咁所以就佢能夠揀嘅嘢多好多，令到就係起碼打呢排我有多啲嘅手段，因為似乎啱啱紅方，哇，我啱啱揀藍方，我要用惡意去先手，然後對面。任揀又啱啱講過任揀，又可以揀納兒啦，又可以揀卡密爾啦、菲歐拉啦，咩都可以打，好舒服嘅。就反而令到就係BYG 可以好最大程度咁發揮到呢兩尾選，咁係相當之危險一件事嚟㗎。咁所以就要再睇一睇啊，即係阿 Rock 上到場啦，佢今日嘅角色詞啦，會係相當之重要啊，對佢嚟講係啦。咁啊～再睇落去啦，因為似乎今日 J Team 真係亂流都幾多啊！我覺得除咗下路叫做好少少之外啦，其實中野自己都出現咗幾大問題嘅。你見到空月其實有好多波都係有少少錯位，跟住就俾對面捉咗，即係然後即係我覺得 J Team 入邊啦，今日嚟講暫時睇完第一場最。表現得最穩陣嗰個咧就係小 V 啦，其他都可能有少少水土不服啊，喺個點一四嘅版本嗰度，即係你見到 Enzo 係會望住對面悟空個大技，明明佢大鬧天宮緊要，但係佢都照撞埋去，跟住就直接係俾人 cut 咗，原地留低，跟住死埋變牛扒咁樣嘅情況都會出現，咁所以就見到 J Team 成隊嗰個狀態好似好麻麻地，咁啊睇下換咗阿 Rock 上去咧。嗰、那個成隊嘅氣氛會唔會好翻啲啦？咁啊，另外呢邊 BYG 啊 ，Lika 啱啱踢到如入無人之境，咁今場啦繼續係可以睇佢表演噶。咁啊，今場咧就唔係 Driver 啦，咁啊 Rock 啦，咁啊 Rock 就即係好似啱啱咁講啦，咁啊多啲鬥士上面嘅選擇。咁啊，但係咧睇落啦，即係就算即係 Rock 其實有玩好多場啦。咁啊，睇下呢一個嘅一陣啦，佢到底會唔會揀呢一個納兒出嚟咧？因為納兒喺呢個版本上面嚟講都有一啲嘢削弱嘅。係啊，的確係嘅呢樣嘢係啊，有少少削弱啦，咁但係其實就仍然都可以上場嘅，咁亦都係仍然一個好適合先選啦。咁但係就冇去到13版話下下 first pack 咁誇張啊。係咁，但係都係一個尤其是南方先選一個比較穩定嘅選擇啊。咁啊，睇下頂唔頂住呢排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呢排真係好。
即係我成日講佢，即係搞到好似成日有啲偏心咁。雖然即係雖然都可能有少少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佢由 V 君開始上場之後，其實後續我覺得佢一路進步係好大，因為我覺得佢春季賽用關散步嗰個形象太深刻啊，對佢嚟講，我唔知點解成日都記住。咁所以咧，其實佢呢一季打成咁，我覺得係好意外嘅，即係嗰個意外係更加大程度嘅一個意外嚟嘅。咁直到去到第六周，佢攞咗呢個最佳選手啦，第六周嘅周最佳選手啦。咁去到今日呢一場啦，去到 playoff 嘅 game one 啦，即係你諗下佢成個火燙嗰個程度，就係由第六周一路去到而家，都仲係繼續係有嗰個能力喺度。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今日呢個點就係先，因為紅方反而對於 BYG 嚟講咧，佢可以更加大程度發揮到呢個優勢，上路 counter 優勢。咁所以我覺得呢排今日就算贏輸都好，只要佢企紅方咧，佢會有好多表現嘅空間。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意味住 BYG 其實將個上限交咗俾佢。咁呢個亦都同我哋以往認知嘅 BYG 係唔一樣嘅。咁但係似乎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所以期待一下啦，即係譬如可能，今日如果 Rock 真係劈頭去到第二輪先選一個納兒等你 counter， 佢會唔會再派隻伊蘇利亞出嚟接咧？接呢個團咧，即係接呢個對線咧？我個人嚟講，我覺得呢期会对于呢个对线会有好多想法入边嘅，系啦，咁啊，但系睇下佢敢唔敢啦。始终 No Name 同埋 Rock 咧，一个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榜上面啦，排紧第三名；另一个咧其实系排紧最尾一名嘅。咁所以咧，两边个上单个技术上面应该系会有少少差距嘅。咁所以就够唔够胆喺比赛上面拎一个咁风险嘅技术线出嚟对呢，真係要睇下呢排嘅胆量啦。咁呢一度 J Team 即係啱啱啦，其实喺完场之后啦，嗰、那个嘅选手 cam 我哋见到空月啦同阿 Driver 陷入咗一个非常之激烈嘅讨论啦。咁啊，而家左边左上角个镜头啊，由 Driver 换咗做阿 Rock 啦。咁啊，但其实你见到呢啲 boy 呢一路啦都係同空月啦喺度疯狂交流緊呀。咁啊，睇下一阵空月，因为其实空月，我觉得空月呢个人咧系好睇状态嘅一个人嚟嘅，即系佢上限同下限咧都系好大，即系佢上限可以喺一啲即系寸草不生嘅地方揾到机会啦，咁但系佢嘅下限咧都系又喺度嘅，因为其实你好多时候会见到一啲队友见唔到嘅嘢啦，跟住然后就冲咗出去送头啦，呢啲情况咧大家都一定系成日见到噶啦，咁所以就睇下今场会唔会好似上一场咁，佢又见到一啲队友见唔到嘅嘢，结果就冲咗出去俾人捉，定系佢今场系真系见到一个机会，而佢队友亦都系可以配合到佢呢？你搞到我谂起咧，上季卡莎对住九哥分话，呢阵之后咧呢个大耳油大笨蛋嘛，跟住拍台，跟住真系上场，因为唔系佢系拍电竞椅啊，系啊。是啊，好劲啊！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啱啱嗰个激烈程度就系有嗰个位喺度。但系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去到竞技层面有少少碰撞系正常嘅，因为你想赢嘛。系啊，咁但系再睇下啦，即系换咗阿 Rock 卡佢个火气会唔会烧咗啲啦？系啦，咁啊呢度纳布朗啊塞勒斯封锁咗阿尼啊，咁啊睇下啦，因为上场 J Team First Pick 系阿尼嘅，咁今场阿尼亦都冇咗啦。系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 Band Pick 咧，因为其实两边中路嘅角色词系异常地类似嘅。即係佢哋大家都係前中期定啊，佢哋大家都唔係好識主流嘅，譬如可能沙皇呢角色咧，佢哋唔係咁順手嘅，係啦，咁所以咧，反而咧呢度就係啦，你會發覺咧，中路每一隻 pick 出嚟咧，都係互相對住對面嘅角色詞有影響嘅，即係 even 我透你下啦，其實邊住都好住玩嘅，係啦，咁所以就點解 J Team 會咁中意 first pick 中路仔，因為似乎喺呢個對局裏面，中路 first pick 係最有效可以限制到對手一個做法嚟嘅，咁再次個問題抌咗俾 BYG 啦，即係 BYG。会唔会揀后期啲呢，譬如可能会唔会揀沙皇去做佢嘅中路呢，因为其实系可以，我觉得即系 BYG 系有权放慢嚟打，尤其是你上路已经假设有优势情况下，其实咧有权将场 game 拉慢嚟打，好似上场咁，其实佢哋早期都冇话特别将个节奏有推好快嘅。哇！呢一度咁样揀咗出嚟嘅话，如果空月要揀波比，因为其实波比配合塔利亚。即係塔利亞配合波比或者納爾都係一個好強勢的角色嚟嘅。佢呢一度冇 ban 到波比，然後揀咗悟空出嚟嘅話，其實如果呢度咁樣空月揀只波比出嚟，BYG 嘅陣型都應該幾受限。不過就揀咗只 VI 咁啊，都係嗰句啦，捉死對面嘅 ADC 為重要。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唔係咁中意 J Team 呢一個
塔利亞的 pick 嘅，因為其實 Uniboy 嗰縫牆係麻麻地嘅，好多次都係佢會間牆嘅時候會害到自己隊友嘅，咁所以我係有少少擔心。揀球女啊，球女嗱好典型啊，同悟空啦、啊，咁但係我覺得揀球女係個警號嚟嘅，角色前景，因為係啊角色前景號，咁但係嗱嗱我重申一次啊。球女喺呢个版本其实系出得嘅，U 系有见过嘅，即系大家都知欧洲呢个地方好特别嘅，球女系永恒噶，无论任何一个版本啦，第一季去到第十二季咧，你都系可以喺欧洲揾到球女出现嘅踪迹嘅。咁而呢个版球女的确出得嘅，因为佢哋出球女嗰一场系赢咗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样本系相当少，同埋系一个好。EU 自己的一个版本嚟嘅，咁但系当然啦，你喺上乘嚟讲夹，悟空系舒服嘅，系啦，咁希维尔舒服嘅，咁但系佢压住塔利亚嗰，其实佢好需要 jungle 出嚟 cover 去帮佢推线嘅，因为球女好易俾人，好易俾人惊啦，咁但系你要限制塔利亚嘅话，你只能够疯狂推线啦，咁所以其实佢今场有少少就系、是，Husha 我绑住咗喺中路啦，咁然后我可能前期节奏要拉慢啦，咁所以可能呢度个发育好紧要，上路可能要同样都要继续开斗士出嚟嘅，因为如果你上路开坦，而家场 game 就会太慢。你好容易就會俾人前中期揾到機會，因為而家 J Team 嗰陣係偏快嘅，所以其實上路基本上我會希望佢會揀鬥士或者係啲線上面本身尤其是打小團發揮得特別好嘅角色，我會希望上路係咁嘅選擇嚟嘅。係啦，咁但係就首先係揀咗隻輔助啦，繼續係將一個 counter pick 留翻俾 Lika 啊，非常合理。咁一度嘅話就爭上路同埋輔助未揀啫。咁啊，輔助嚟講啦，佢無論要開遠輔係咯，就係、是、Enzo， 我覺得 Enzo 都係比較適合約拿坦呢一啲啊。我覺得真係唔係咁適合佢啊，即、就、係、是、玩呢一個嘅開戰型嘅輔助。因为系啦，佢约拿坦其实系玩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即系佢恶意收购系好精准啦，角度亦都掌握得非常之好嘅。我相信对佢嚟讲系会比较适合嘅。咁但系呢一度嚟到阿 Rock 嘅难题啦，咁啊睇下佢要先选拣啲咩出嚟俾人 counter 啦。我都系派猪女出嚟。可以啊，因为其实他们没有团控的，整个阵容上面，还有你抗压都基本上绑定是坦的了，你揀斗士的话你一定是被人砍爆的，所以他只能够是先选一只坦下啦。那朱女会好过恶意，我觉得，因为上场已经告诉你恶意是不 work 的了，整件事是。那朱女起码对线上面我觉得挺恶意的，在前期来讲他的机伤很高，还有他可以带点燃的，这个角色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是可以传送点燃的，是啊，因为他很硬，他也是有位移啦。咁所以佢系啦，咁喺呢度就哇一隻恶过一隻，冇卡密尔就 fail line， 冇 fail line 就卡密尔。咁就fail line 就我啱讲过啦，基本上 Lika 上路系唔可以有其他选择，佢只能够系向线路发展，因为佢要将场游戏推快嚟打，佢自己要推快嚟打，佢要喺线上面自己发育到，系啦。咁但系成场 game 整体个节奏系慢嘅，系啦。咁所以就fail line 呢个好聪明啊，拣咗之后就好明显。对线向啦，喺冇卡尾嘅情况下，会可能比 Jax 啊呢啲会更加好嘅选择，因为其实Jax 就可能团战嘅成分会多少少，咁但系就飞欧啦就好明显完完全全嘅一个线路上嘅选择嚟噶啦，咁尤其是 BYG 本身阵容上面已经好够伤，好团战噶啦，成件事已经四隻都系啦，咁所以 J Team 呢一度就J Team 呢度就睇下啦，能唔能够限制到飞欧拉啦，因为感觉上飞艾加猪女。要打 fail line 唔系咁易啊，我自己觉得唔系咁容易嘅，系啦，咁所以就可能今场又可能见到可以上场咁嘅情景咁咯 ，Lika 又系好 free 咁发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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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之后后面可能佢就分推分到底，咁同 game one 个内容系类似嘅，两场坦白讲系啦，咁就系睇下 J Team 能唔能够弥补到以往嘅一啲失误咯，即系上场一啲嘅失误。系啊，咁就同埋都要睇下呢一个 Uniboy 嗰缝墙啦，到底拣成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佢系咁多个中路入边玩塔利亚玩得最紧张刺激嘅一个嚟嘅，因为佢唔止一次用缝墙服到啲队友嘅，咁就好多时佢甚至会将个队友拣咗喺出边啦，咁就有队自生自灭嘅，咁佢又同其他人咧就喺缝墙入边。咁啊，望住个队友喺缝墙出边，咁啊，俾对面唯有死咗，呢个情况都系有见过嘅，非常之可怕嘅缝墙嚟嘅。对于佢哋自己队嚟讲，咁所以咧就有少少紧张吓，尤其系而家个小龙团咧，基本上系拉扯嘅时间就会长咗啦，因为
小龙嗰度个血量多咗，咁食嘅时间长咗，同埋去到后期嗰个伤害啦，亦都系多咗嘅，即系小龙会带俾大家嘅嗰个伤害。咁所以就对于佢哋嚟讲啊吓，咁喺个团战处理上面啦，亦都系困难咗好多。咁啊，睇下佢打嘢嗰度可唔可以配合埋呢一个猪女咧，喺上路做到更加多嘅事啊，咁就可以压一压制呢球嘅发育。如果唔系好似上一场咁样，你哇落去打个会战，上翻嚟201。哦，都唔知阿 Rock 要点样继续对嗰条线啊？系啊，咁啊上场可能打得有少少快啊，咁啊加个维修抌一抌啲时间先，因为就的确系啱啱嗰场都几意外啊，因为我如果冇记错咧，应该差唔多接近全部嘅主播都系预计系 J Team 会赢，咁但系当然比数唔同啦，即系由3-0到3-2都系有人拣嘅，有人估嘅，咁就。J Team 壓力好大啊，即係因為佢哋第三名，咁但係當然啦，即係 Playoff 呢個賽制咧，有趣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今年繼續係打雙敗嘅，咁所以就算你話呢一波輸咗嘅話，其實佢哋都仲有比較多調整空間，因為其實佢落到下線打嘅隊咧，其實就相對簡單好多嘅，係啦，即係就係 MFT 嚟嘅，咁佢就當然差距會再更加大啦，係啦，咁但係就再睇落去啦，因為就J Team 而家都幾綁定係呢個陣容，即係佢就算你話後續揀多幾多次南方都好，佢個陣容大概都係呢個樣嘅啫，即係上路坦，跟住中野連動靠下線打，基本上佢只能夠揀到咁嘅樣。咁所以你面對住 BYG 就係永遠你都要諗點樣解決 Lika 呢個點，因為我覺得佢手感真係太火熱啦，而似乎你呢個選擇，你揀南方你就永遠都解決。所以可能甚至可能逆版本而走 ，J Team 呢度可能如果你话真系好不幸地又输咗场，或者后面转边啦各样嘢啦，咁可能拣拣个红方试下阿 Rock 攞 counter， 会唔会对 Lika 会系一个好嘅压制呢？都系 J Team 有好多可以考虑嘅地方啊。咁啊话一开波先吉两个破绽，已经直接半血啊呢边阿 Rock， 直接俾拉咗。但是就都是一些小打小闹啦，其实我觉得他们可以甚至试下即是揀完红方之后，一来他们会有这个上路的 counter pick 啦，二来他们也都可以放回一些这个的前期对线强势的角色出来，即是下路，即是好像路西恩啊这个滑板鞋啊克里斯坦这些啊的角色放回出来给小 V 和 Enzo 他们玩，那可能那个的效果会更加好，因为感觉上他们好像不是很打得起的节奏点。是啊，今场都很明显啊，即我觉得空月呢其实挺好的，我觉得他揀飞亚是揀挺好，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就很他所有东西都很自己的，即他是自己决定几时开战啦，去捉哪一只啦，然后他很多 play 都可以做到的，即譬如闪现直接大技撞埋佢啦，或者 Q 闪直接控制再大技啦，他好多方法去开战，同埋他前期一旦打通咗嘅话，其实他后面都会好强一路都系啦，佢前期带节奏嗰个速度系好快嘅，咁所以就今日睇一睇佢点样发挥啊，咁但系我觉得辛苦嘅，即系一嚟咧就系上路啱讲过唔系咁惊到啦，跟住中路控制亦都系唔系话真系太多去到，咁下路亦都冇强开，咁所以你话拣飞艾咧，今场就可能屈就少少，系俾人偏向团战多啲啊。咩拉中？哇！呢一度直接系俾人拉中两次，咁就。小 V 在個對線上面有少少大意嚇，因為其實都換了相當多的血量噶啦。雖然他就係長劍三水嘅，但是就即係喺個線上面被人拉中咁多次，始終不是一個好的兆頭嚟。因為你呢一度一次生兩次熟，第三次拉中可能 Husha 就喺隔離噶啦。係啊，一路都壓線啊，但係就感覺上唔係咁好咩？呢度嚟到啦，咁啊叫 Husha 嚟到，即係照顧住 Lika 一刀兩刀，真一下破真冇問題啦 ，First Blood 直接落咗去啦。系啦，咁啊，如果咁样眼见咧，睇落就唔系，睇嚟就唔系 drive 嘅错啊，睇嚟你 Eka 太劲喎呢个位，咁但系当然啦，Husha 呢个 game 都当相当之靓啦，因为就睇准咗就系猪女一开始前期唔会带闪嘅呢个习惯啦，咁啊直接惩罚咗一波啊，咁呢度双方一齐回城再 TP 翻出嚟，咁啊经济上领先咗之后咧，就直接分闪耀剑出嚟，咁啊对住阿 Rock 嘅散装啊，咁啊辛苦啦，即系冇个 TP， 咁啊得个点燃喺身，咁如果你话 Husha 再嚟多波，你都几系嘢嘅，咁所以就完全唔舒服嘅，咁加上就系呢排眼位好够啦，上路开咗河蟹俾佢啦，自己侧边把只眼啦，咁所以就好多空间啊，空月你话要过嚟啦，唔系咁容易啊。
哇，最重要系佢而家咁样直接多400蚊，哇！你见到阿 Rock 翻咗屋企之后，拎咗件洪水蒸出嚟，出到嚟条线都真系唔系好知道点样对。重要其实阿 Lita 而家咧系，即系佢符文系点个饼干嘅，佢嘅逐战力基本上系，佢即系佢完全系唔怕同你换血啦。佢一路同你换，佢一路继续食饼干，饮佢嗰支绿水，跟住然后你就净系得一支绿水啫，仲要好错，你系已好经错，有啲危险啊吓，小 V 要位走好到啊危呢险度。啊，系你咁样喺个河度照到直接闪现啊，撞咗噶啦！咁小 V 呢一度电光石火走咗，咁但系 Ansel 就要俾人留低啦，咁啊。一个 Ganking 交咗3招召唤师嘅人出嚟，亦都系交低咗 Ansel 自己嘅人头。我唔得啦，Husha，放过我啊，Husha！嗱，今场就 MVP 啦，真系，即系净系开咗5、6分钟啊，两个 gank 边线啊，咁同埋就啱啱JT 嘛，就以为对方未到啊，想摆眼想清眼，咁啊预先放定空穴过嚟帮手条路，咁但系结果就原来 Husha 一早喺后面等紧你，就已经系唔知点样喺中间，应该系我估应该喺小龙开分身穿过嚟嘅，佢应该系，因为完全照唔到啊，但系你见到其实中路有眼位嘅，咁所以似系应该系经小龙位直接开分身穿过嚟去后草嘅，咁就完全系估计唔到呢个路线情况下，小 V 就俾人搞掂咗，咁同埋就亦都交咗3招召唤师技能，咁意味住下路已经唔想再。即已经系冇得再推线噶啦！如果咁样嘅话，因为咧本身就你见到今场小 V 就好明确啦，就系、是、不断疯狂推，就算我俾你拉，我俾你压，我都要狂推噶啦，系咁推条线上压到你冇兵食。咁但系咁样食咗一波 gank 嘅话咧，你后面要推落去咧，其实就好辛苦嘅。再加上你第一件装亦都因为你要出爆盾攻啦，所以你拣吸有勾勾，咁所以对面咧就唔系嘅，对面出咗个护腕，咁所以就。基本上喺个真系埋牙打到落去个伤害嚟讲咧，会系 Waco 呢边会优势啲啊。系啊，同埋佢呢一度同啱啱嗰铺一样啦。Waco 系拣咗个太锤品出嚟啊，咁所以佢一阵啦都系会自动地啊变得比小 V 有钱啦。再加埋其实佢哋而家系领先紧啦。咁虽然个头咧系落咗喺阿 Kindle 手上，咁但系咧都系唔紧要嘅，因为助攻咧都系有钱分，同埋咧佢喺个。兵数上面的嗰个落后咧，应该会随住小 V 唔够胆再压线啦，而追翻翻上嚟嘅。咁啊，另外呢一度虽然火龙出咗，咁但系 Husha 都冇话太想去食嘅，因为佢而家当务之急咧，应该系继续啦，系保障翻呢个球咧发育下。食完呢一个绿雀之后，咁但系其实空穴咧喺呢一度 Q 出去，直接系 R 顶起咗反埋过嚟有闪嘅，但系一个 R 啦，咁啊冲击过去。哎呀，个闪争少少可以俾个小兵挡到个 Q 啦。但系呢度应该有 OB 嘅北啊 Q 闪嚟嘅，第一下应该系，因为啱震咗一下嘅，系啦。咁但系 Q 闪 R 嚟嘅，应该系 Q 闪埋身 R， 系啦。咁但系完全走唔到啦，因为其实都估到 Husha 位附近嘅，咁但系 Husha 因为真系嚟唔切。嗰、那个位置完全冇事嘅情况下，因为啱讲过就系今场遭殃嘅一定会系球女啊！我一开始已经讲咗啦，一定系惊爆球女嘅，因为你球女一定要压线，咁我就一定会惊爆你，咁结果亦都系啦。咁但系呢、這个惊如果后续 Unify 唔可以有任何比较大嘅动作嘅话，呢、這个惊嘅作用唔大噶，佢需要可能喺边线上面可能攞到预示者控制到龙，或者甚至直接对住帮到边线，因为而家。边线上下路都被人推紧，理论上其实 Unibo 有好多发展嘅空间嘅，即系我系 Mitch， 我嘅想法就系我唔理我俾咩，我会唔会俾人惊啦？总之我就要推线推爆你，推到你唔识喐，我死唔紧要，我啲边线唔好死，最紧要 fail life 起，今场我哋系赢噶啦。咁所以咧 ，Mitch 死咗，如果边线冇事嘅话咧，其实对 BYG 嚟讲反而系抵嘅。咁啊，上路预示者都攞咗啦。咁啊，睇下啦，上场就俾咗 Liquid， 咁但系今场咧。因为就好多嘢可以揀嘅，譬如中路推到 Unibuy 唔可以支援到啊，或者上路继续去安排翻 Lika 法都可以，咁所以只眼咧就摆咗喺 Husha 身上，等佢去选择啦，睇下点样去运用呢只眼，因为仲有5分钟嘅时间，塔比先会甩嘅，咁所以佢有好长嘅思考时间，可以谂下呢只眼点样用啊。咁就即系无论系上路定下路都 OK 啦，我自己觉得，即系你无论俾 Lika 赚嗰几阵塔比钱。其实你俾咗呢台之后，直头上路，我觉得佢可以自己开通添。即系你见到其实而家喺对线上面啦，呢台已经系冇脑推噶啦。即系佢每一波兵一出嚟，佢就狂推，跟住然后再压到入去，跟住基本上阿 Rock 系冇反击嘅余地嘅。佢亦都唔够胆太频繁换血啦，因为惊 Husha 上嚟招呼佢。咁所以
个压力嚟讲，一路都系 J Team 嗰边咁，然后呢一度三个人哇想蹲啊吓，咁但系啊 Minji 系非常小心噶，啱啱啊蚀底咗一次之后咧，基本上佢系完全唔够胆，唔好话行出中线啊，佢完全唔够胆行过行出个塔啊！唔系因为球队有两只 jungle 佢特别惊嘅，第一只系菲亚，第二只系加文咯。佢基本上叫你嘅 jungle 咧，球队系冇资格过半线嘅，因为系一定死嘅。系啊，咁所以就佢都深明大义。因为下面最搞笑就系因为咧，小 V 推紧线，但系唔见 Enzo 啊。咁所以其实佢知应该都十不离九喺附近嘅啦。咁但系呢边间墙乜嘢间开咗啊嘛？唔使争啦，条龙啦。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印象记得咧？上場都是 J Team 攞龍先的，咁所以 BYG 其實本身就冇控龍嘅傾向嘅，佢係攞即係攞前期嚟講，佢哋都係做個交換啫，佢哋有預示遮手，反而佢哋傾向可能喺中後期，即係尤其是Leaky 啦，睇佢做人啦，即係如果你話可以掹到一兩件裝行到落嚟嘅話，第二條龍個團佢係願意接嘅。咁但係當然今場唔同嘅，因為今場唔係卡密爾就菲奧拉，咁菲奧拉即係件裝打團唔舒服嘅，係啦，咁所以就。今場呢球未必會落嚟，咁但係就好睇 BYG 下路嗰四個人點樣打團嗰個功夫去到邊啦。但係空月呢一度想嚟幫一幫啊嚇，咁啊露咗頭噶啦。咁就 Husha 應該本身係想落嚟放預示者嘅，咁但係諗下佢都係決定翻去再拆多陣，反正個預示者仲有一分鐘啊嚇，咁啊睇下佢拆埋個招子之後，即係拆埋個抽吉之後啦，會想去邊度放呢個預示者啦。同埋人太多啦，如果我兜口多面放嘅话，就真系直接喺你眼前俾你拆噶啦。咁另外就啱啱中间啊，要赞一赞啊 ，BYG 喺中路支援嘅成条路线上面摆眼系好足够嘅。一嚟就系 Unit Boy 身上系冇大技啦，嗰瞬间，咁然后再加埋嗰两只眼睇到啦，咁所以就你见到 BYG 个决策好快，基本上都未嚟到啊 ，J Team 啲人 ，BYG 已经走晒噶啦。咁所以就今场 BYG 好防守得好好，同埋真系要再一次赞一赞佢哋后勤团队嘅功夫啦。即系由 band pack 到落场嘅内容啦，今日都好清楚，就系可以交俾上路去解决所有嘅问题。你见到两场个方针都好俾 Leaky 去尝试做更加多嘅嘢，而佢两场都回报到俾大家嘅，系啦，咁啊已经出咗胜利之仗啦，咁就一个好偏向回复力嘅装备啦，咁就阿 Rock 会相当辛苦啊，因为斗士打坦，如果第一件斗士肯屈就啲出件有回复力嘅装备咧，坦系唔需要倾计啦，系直接可以对输嘅呢条线，咁辛苦嘅，再加埋两个饼干两支水啦，咁佢行埋你吉一刀咧，你系冇机会嘅，完全系，就嚟冇啦个预示者，系啦，咁啊直接喺中路放咗出嚟。咁就最后决定啦，嗰两层塔皮嘅钱啦，系同 Minji 分，咁就补一补翻啱啱冇办法 cover 到佢嘅蚀咗嘅嗰啲钱啊，叫做补一补上 Minji。咪多下，系唔得，争两下，仲想嚟，飞鞋唔嚟噶啦呢一位，嚟咗散唔到有闪啊，因为唔够力噶，两个人加埋，佢挡一招之后 dash 闪现追唔到。咁所以就飞艾都就系话今场飞艾好惨啊！佢除咗中路之外，佢边线完全冇任何可以帮到嘅机会。咁同埋今场 BYG 插啲眼好深，同埋 Husha 好敢行啊！好多时都喺对方嘅野区出现啊，令到其实佢好多眼位都今场系攞到几大效益嘅。哇！咁啊 ，Minji 今场第一件装直接残破皇冠啊！即系佢都知道自己唔系核心，咁同埋都好大倾向会被人捉。系啦，而且二死，因为菲艾佢知道自己都有嗰个二死倾向，因为今场系阵容问题，令到系佢基本上系拣嚟俾人制旗嘅，咁所以佢都好聪明，直接出残破皇冠。我个人嚟讲系非常欣赏嘅，即系最紧要即系做工具人唔紧要，你最紧要有觉悟，即系唔好做多咗，即系做工具人就系唔好做多咗。呢、這个位出炉灯就唔舒服啦，系啦，因为够伤嘅嗰对嘢，系啦，成对队伍够伤啦，因为全部都有 damage 啦，咁所以呢度出残破皇冠。咁就算真係賣牙，你話要制我棋都唔係咁簡單。咁甚至佢第二件裝可以自己補金人，我覺得都係可以嘅，係啦，或者面具嗰啲都可以啦，即係擦一撐血啦，係啊。咁啊，今場球女非常之非常之安守本分，欣賞欣賞 Minji， 係啊，幾好，揀得幾好啲裝備，比較 good 佢，私人醒佢。系啦，咁就呢一度似乎系想做一啲尝试，咁但系啊打得非常小心啊 ，Leaky， 但呢一度
Uniboy 都嚟到嘅咧，个算拍咗出嚟，咁但系影冇反啊，咁啊逐渐啊俾 J Team 呢度三个人捉低咗，咁啊但系就冇预示者，乜都冇嘅，咁呢个塔亦都应该唔会爆到啦，而塔皮亦都系完咗噶啦，咁所以呢一度纯粹只系叫做上嚟解一解阿 Rock 条线嘅啫，咁啊反而俾阿 Rocko 一个机会喺下路啦，独自翻完呢一座塔啊吓。系咁啊，攞咗一座塔啊，咁啊希维尔又将个 pass play 推前咗，咁呢亦都系攞咗第二个预示者去做个交换啊，咁啊睇下点用啊，因为就都系嗰句啦，即系 BYG 三座塔个情况都系健康嘅，比较可能系上路会比较好啲噶啦，因为啱啱拱咗少少，咁同埋就飞拉翻唔到嚟啦，系啦，咁啊下路亦都攞埋呢个海拉斯科技龙啦，咁啊直接推咗上塔，咁但系推上塔啊睇你点睇啦，因为就感觉上冇想中咁好啊，你推咗上塔之后条兵先拱入嚟咧。哇！真係菲歐拉，真係多謝你啊！係咁食，係咁食啲兵，咁所以就睇下可唔可以拱多下二塔，俾少少壓力啊！係啊，就雖然我覺得已經係中途攔截咗，即係唔係？但係好坦白講，其實就算你話拱到嗰下咧，我都覺得佢短期內應該推唔到。即係我作為豬女，我冇辦法，豬女點推啊？冇膽限到，係啊，我冇辦法限到二塔啊！即使座塔可能得翻千零血都好啦，其實拱唔爆嘅。咁所以我覺得當然要打啦，但係就好分別唔大啊。就算撞唔撞呢一下都，咁就再食兵啦。咁啊呢度呢排就可以都其實係咯，都係嗰句，佢冇傷都咁傷心嘅，冇咗座塔，佢好似發育得仲舒服，又唔使俾人 gank， 係啦，好安穩咁可以發育，到我夠錢啦就可以退落嚟。咁但係可能調整兵線上面會辛苦少少啦。咁但係對佢個人發育嚟講係舒服嘅。系啊，咁啊，反而系呢一度叫做，即系其实虽然话推咗座塔对 Lika 嚟讲冇乜嘢，因为其实佢都可以继续归喺嗰个位发育，反而 J Team 就冇藉口嚟揾佢麻烦。咁但系其实呢一样嘢对 J Team 系更加有利，因为阿 Rock 亦都可以叫做喺条线上面嘅本分已经结束咗啦，咁佢可以安心落嚟，真系贴住大家一齐打团啦，咁啊。所以就睇下 BYG 呢一度啦，即系嗰个走位。哇，佢呢一度会唔会爆得太快啊，大佬？佢系咁打问号，心谂我大爆破，老友。乜死之压爆破？轻松，你走啊，你走啊，你都未揾到机会，我已经拱爆你一座，我继续分推啊，我继续拱。啊，咁啊，中路东拱埋喎。嗱，咁呢个走线，因为你又要阿 Bro 死死地弃翻佢手，我又要，哎，搞唔掂。我行冇两，我行冇三十秒，然后上塔唔见咗，啱啱。个兵线仲喺红方二塔，转个头已经去到蓝方二塔啦。咁我上翻嚟守，咁啊完全冇机会啊！因为 BYG 打得好稳阵啊，成队系啊。咁同埋因为实在唔好捉，因为一只坦，一个加速护盾，一个就残破皇冠，咁一个识分身。咁你话要强开呢？因为你 delay 啊，你要强开，你要掉个兵过去啊。咁呢个时候其实佢已经有足够嘅反应可以避开。咁所以就唔係咁簡單嘅，你話要開戰嘅話，反而就呢排就好舒服啦。啱啱失去咗嘅嘢，佢轉個頭就攞返返嚟。咁所以就都係期待下後面嘅分推會對 BYG 嚟講帶嚟幾大影響力啊。條線咁長啦，呢排最開心㗎啦，即係基本上豬女一定係等呢排推到返去佢二塔先可以守條線㗎啦。即係唔係佢唔想守，佢喺中路，即係佢喺中間條線中間嗰度行出嚟要守嘅話呢，分分鐘俾 Lika 直接一個追死，由中間追到返二塔，跟住直接死埋呢一度。Kino 係咪要俾人搵機會啦，直接係一個兵飛咗過去，但係大唔中，可惜啊，少少危險㗎啦。嗰、那個反皮同埋嗰個兵已經係上緊嚟㗎啦。咁但係喂，Husha 兜后啊，其实今场个进程同上场都真系好似，即系包括上路已经开始拉开经济啦，跟住 PYG 断到龙魂啦，咁两场嘅进程都好似嘅。咁而今场 BYG 亦都好轻松咁化解咗 Uniboy 早期嘅攻势啦，只系中路，只系上路打咗一波啫。咁但系其他位其实就冇点样可以支援到嘅，咁所以就。落到团战就 BYG 阵容真系好态度啦，一身团控，咁然后空月捉人，佢嘅队友其实亦都好难跟进，因为佢唔系嗰啲即时爆发，因为飞艾通常要配啲位移好多嘅角色嘅，咁但系呢边就又嚟咯，拳头一拳大技反反定就定咗啦，掂唔掂？挡一挡冇啦，应该搞唔掂啦。系啊，咁就冇办法啦，因为储气嘅时间始终耐过你。
反伤个0.75秒啊，咁所以就可惜少少啊吓，咁但系呢一度似乎系想准时食巴龙，咁啊球女呢一度应该 B 城会 TP 过嚟噶啦，咁但系 J Team 呢一度食个巴龙其实都食得颇为快下噶，咁啊 TP 亦都系交咗出嚟。哇！直接系大中咗噶，喂，一个卷卷得非常之靓 ，Enso 大劲都放得好好啊吓，咁啊 J Team 呢一度冇办法可以继续食到噶啦，咁啊甚至条中线要俾人卡卡添。Minji 一个靓领，领开咗，哇咁啊卡咗喺呢个窄巷位。咁啊，廿分钟啊，咁啊顶咗一波啊，即系想开，但未免太慢啊，而家真系，因为塔利亚食巴龙真系慢，咁同埋就哲利个装备未上嚟，咁所以佢哋唔够力食啊，佢哋靠菲艾嗰个三层爆破谂住食，咁但系就食过完全就，咁啊又快啦，咁即系而家呢个位咧就呢期啊，虽然死咗两次，咁但系就亦都可以继续将个兵推翻出去啦，咁啊二龙亦都攞埋啦，呢度亦都守唔住啦。咁啊 ，BYG 又可以控到龙喎，呢个位舒服喎，好舒服喎，相当好啊，打得。然后打团就 J Team 好难逼啊，因为你见到其实佢两次击杀都唔系话逼团嘅，反而系捉边线为主，因为正面开团真系完全冇数拗。咁所以其实而家 J Team 嘅选择好少，佢只能够不断咁逼害 Fail Line。咁但系我觉得成效唔大，因为你杀完 Fail Line， 因为喺 B 线太远啦，其实你唔会对到个地图做好大压力。系啊，同埋最重要系你见到其实 BYG 咧，感觉上佢哋团练嘅时候咧，已经系为呢个版本做咗一个非常之好嘅 SOP。你见到即系就算Pusha 第一场嘅时候有少少迷糊啦，即系你见到人哋，即系佢见到人哋开小龙嘅时候，佢知道自己去要开御史者嘅，咁但系最后佢又冇开到。即系嗰一下有少少荡失路，咁但系嚟到第二场啱啱热完身啦，咁你见到佢系好果断嘅，即系食御史者嗰方面，佢亦都知道第二条小龙佢哋有资格打啦，咁所以就直接系断咗对面嗰个龙魂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啦，即系如果 BYG 系继续系咁顺利嘅话咧，睇嚟呢场 BO5 咧对 J Team 嚟讲都应该有啲岌岌可危啊！我最大的关心都是嚟自一样嘢啫，就是如果假设呢场 J Team 输咗，咁佢会唔会坚守南方的定律？佢会唔会死选南方呢？因为我都是嗰句，我觉得佢在南方佢能够做的选择唔系好多。就算你话再打多五场十场咧，佢个阵去到最后都是呢个样嘅啫。然后个内容会好不断咁重复，就是前面好像攞咗少甜头，然后攞咗第一条龙同人哋预示之后交换，然后好快。两下手势 ，BYG 换两条龙翻嚟，抢翻你个龙魂，之后上路肥起，然后 end game， 你限制唔到上路，永远你都搞唔掂呢期。即系个内容会系好类似，但系红方就可能打 BYG 会舒服啲，因为 BYG 就系连续两场，佢都话俾你听就系、是，我攞红方其实我有办法攞到优势嘅，因为红方个问题就系嚟自于佢冇首选啦，同埋一个地图上面佢好难控制到龙魂同埋巴龙啦。咁但系只要一旦我同你做交换嘅话，地形就唔再成为问题啦。咁然后我就可以好轻松咁享用到我嘅 counter。咁所以似乎喺呢个对局有少少特别，就系、是、虽然两队南方胜率都特别高，咁但系咧就似乎系红方咧反而系好似灵活啲喺个 band pick 上面。系啊，你见到而家咧就好尴尬啦，因为你见到呢期系完全系遇入无人之境嘅。你将条线调咗去下路之后啦，猪女首先系挡唔住，即系唔会挡得住呢期分推。你一系咧就尽快去开对面，即系喺个团战嗰度开佢多打少。一系咧你就叫晒啲队友落嚟一齐逼害 Fail Line。咁但系你一叫晒啲队友落嚟咧，咁因为佢喺下路，咁所以就 BYG 一定 rush 巴龙。咁所以对于 J Team 嚟讲咧，而家嗰个嘅决策咧就非常困难啊，对佢哋。难打啊 ！J Team 而家陷入中非常之迷茫嘅情况，因为最紧要就系台面上呢四个人好难捉，唉，就系咁咯，就系难捉噶。台面上呢个四个人太难捉啦！你谂下佢几绝望，佢觉得佢要开 Kino 咯。即系咧，你回想翻自己单排嘅时候，你几时会出？你会打 support 啦？就系当你发觉你咩人都唔够，当其他人都唔够伤嘅时候啦。冇错，你就会攞 support 嚟制旗，你会发泄你嘅愤怒，然后你会捉 support。而家 exactly J Team 就系呢个情况。
好絕望咁樣捉個 support， 然後你發覺個 support 竟然身上係個金人咁抵死，跟住然後佢又化解咗呢一波，呢一波啦，冇辦法啦，因為真係嘅，即係殘破王冠嘅中路，一個有魔盾嘅下路，再加埋一個識分身嘅 jungle， 你唔開 Kino， 你仲可以開邊個？咁所以就冇辦法。你見到其實成場 game BYG， 我想講中間嗰三個人咧，佢連閃都未交過，因為你連開都唔想開佢。其實佢冇交過閃嘅，你見到。几分钟啊？唔知十分钟冇交我闪，呢三个人应该，因为根本唔需要，你都唔会开我嘅，你开唔到。一个残破王冠解决所有问题。见好多啦，之前塞纳斯啦，而家球女都可以残破王冠啦，即系都几屈机呢个装备，你系完全搞唔掂。对佢冇晒兴趣啊，即系冇晒嗰个想捉佢嘅欲望。因为根本就捉唔死。即刻好佛啊，好佛系啊！一见到个残破王冠之后。对面即刻极度佛系，唔知点玩好。咁啊，辛苦啊 ，J Team。但系呢边又揾机会喎 ，B Y G 阴阴湿湿喎，左边嗰两个人。系啦，咁啊呢一度会唔会想开战啊？呢题决定咗放弃佢嘅兵线啊，落嚟同队友一齐打交。咁但系其实佢唔声咧，已经系赢紧五十几兵噶啦，即系喺嗰个边线嘅对决上面。虽然根本就冇人攞去同佢对决嘅，系啦，佢都系自己一个喺下面快乐龙嘅啫。咁但系咧，呢一度咁样过嚟打团咧，其实就清眼清得唔系好干净啊 ！BYG， 但系捉到啦，呢一度直接系一嘢就捉死咗呢一个 Waco 啊吓，咁啊 Husha 呢度佢两血死低，但系会唔会要死啊？反而系空月首先倒下啦，咁啊小 V 呢度喺五个人中间喎，大俾佢电火射波走唔走到，走唔到啦，被最后被球女呢度弹死咗。有换速，呢度要留低啦 ，Uni Boy 直接系俾人拉住咗，咁、一个 Triple Kill 落咗喺 Mindy 身上啊！哇，残破皇冠真系一件好装备，大家都值得拥有。残破皇冠之力可以，睇翻下呢个团即刻开波咧，捉到希维二噶啦，我觉得已经尽最大努力嘅，因为啱啱讲过真系难捉嘅，喺一瞬间嘅嗰个瞬发底下咧 ，Waco 系完全零反地冇闪现嘅情况下已经死咗。系啦，咁但系就个团真系唔够打，因为你已经太深，你用咗太多嘅资源去捉佢，咁结果陷咗一个位就系球女个输出好舒服，你叫佢所谓拉打啦，同埋 Minju 我想讲两个嘅领都系领得好靓嘅，即系无论上一个团去到今个团都好，系啦，咁啊你通过呢一波你可以睇到成个团战差距有几大啦，可以睇一睇啊呢一波，等一阵啊，因为 Uniball 喺暗位出嘅，啱啱好转角位咧直接 Q 闪撞埋去，然后就直接清起嘅，咁你冇得开魔盾噶啦。咁又秒殺咗呢一波，但系大家可以睇一睇 Minju 嗰个位啊，系啦，即系大家可以睇一睇 Minju。首先第一个领佢啱领咗啦，咁然后就系啱呢个位入场嘅情况下，就直接系俾 Kino 系捉实咗嘅条 V， 系啦，咁令到就系、是、Minju 好舒服可以输出到，你见到成场后面冇晒啦，你已经冇晒任何控制技能咧，佢就可以输出到，系啦，残破皇冠都有啲力嘅，系啊，虽然就有少少我成日话每下每下，咁但系就 damage 都喺度，同埋追击能力好高啦。系啦，咁就冇办法啊！即系先打 AD 嘅情况下都输得都几金啊，同埋小 V 就进取咗少少嘅走位上面就系啊，佢你见到佢上面佢完全冇谂起到对面 Kino 完全原来系会留个大技嚟揿住佢个头啦，咁就结果一上到去嗰下直接系俾人大技顶起咗，跟住再勾翻过嚟啊！咁就有啲喂。有大噶，冇啦！呢个巴龙兵好难守啊！呢个伊塔，终于下路啦，转下路，真系冇办法啊！呢度下路咁就伊塔兵都冇咗啦，咁啊基本上得翻呢一个嘅高地塔嘅啫，同埋上路嗰一座。咁但系其实呢排都唔急嘅，佢一路咁样俾 buff 啲小兵啦，好快连上路嘅最后一座外塔啦都会被转走埋啊吓！哇！條邊線完全搞唔掂啊！啱啱嗰位飛亞基本上第一拳唔中咧，同埋飛歐拉死扣招二技嗰，其實你係搞唔掂嘅。佢你一個大技，佢二技會直接 counter 有飛亞招大，咁所以就冇辦法，完全控制唔到。咁啊，追埋上嚟啦，因為就中下路亦都推咗，咁啊追埋上嚟上路啦，想推埋咗二塔走。咁啊，經濟優勢好大啦，講緊呢個巴龍嘅效益已經嚟到三 K 幾噶啦。哇！仲爭少少想推埋，咁啊仲要等等，咁啊換咗呢卡翻去落中路打個分推。我睇下 G Team 呢边点打啦，因为正常应该系捉边嘅，佢冇办法开正面团噶啦，佢只能够捉边嘅啫。系啦，咁但系就你咁样去守嘅话，就上路二塔放嘅。咁呢样嘢 G Team 系清楚噶，咁亦佢应该系清楚知道就系上路二塔其实死守守唔住，
咁所以就反正都係就直接放嘅啫，呢個位就守翻中路條兵線比較緊要少少，係啦。咁已經嚟到4 K 幾噶啦，即係淨係霸龍兵嘅優勢已經。咁嚟到8 K， 咁啊飛係今場完全係發揮唔到啊，尤其是經濟差距咁大嘅話係打唔到啲咩嘅，同埋今場小 V 參與真係太少啦，得一個助攻。咁所以經濟墮後得幾多嘅，講緊同對面 AD 爭半件噶啦已經。咁好难打呢个团。今场最主要都是Minji 个选择上面做得非常正确啦，即系你见到佢俾人惊住第一次之后，即刻系一个急转嚟个残破皇冠，定一定惊先啊！真系，跟住然后 VI 已经系完全唔想再去中路招呼佢，你见到佢跟住就好安然咁度过咗佢之后嘅十分钟啊！跟住就去到啱啱嘅嗰啲大团啦，咁啊基本上亦都系。對面亦都捉唔到佢啦，咁啊直接係攞咗呢一個 Waku 嚟制旗，咁但係制完旗之後就可能小 V 有少少上咗頭啊，啱啱咁就搞到明明捉咗對面嘅 AD， 咁就小 V 自己衝翻入去俾對面捉住，咁啊有啲可惜，仲嘥埋我金人添。系啊，咁呢边冇办法啊，真系就啱啱个波失误都几关键嘅，因为就似乎系唯一一波真系 J Team 能够捉到人嘅一波嚟嘅。咁但系就小 V 挡失咗路啦，佢拣嘅路线唔好啦，因为就全部人啱啱都喺中路嘅，但系佢就行咗上去六鬼隔离、六鸟隔离，咁所以就冇办法可以令到跟到佢咯，就可惜嘅呢个位。但系只能够忍耐啦，因为唯一嘅胜利方程式可能就系接力嘅发育，咁但系希维尔嘅团战能力都唔差嘅。咁所以唔系咁容易啊，即系接力肥起，亦都意味住对面希维尔其实会跟到个发育啦。咁所以冇想中咁简单啊，因为你要面对住可能就系 fail line 啊、悟空嘅进场啊，咁同埋对于短手嘅 AD 嚟讲，球女个波系好烦，系。所以其实小 V 能够行嘅空间。但是都我觉得不用那么灰的，因为做 Ansel 即是他的恶意收购其实是有时会有些奇效的，尤其是对面的 Leaky 这么肥的情况之下，即是当他放弃，即是他觉得推到差不多了，哎，是时候过来即是一起打下团战了，跟着一个恶意收购这样飞埋去，分分钟 Leaky 两三嘢就骗死了他的队友了，所以都未使咁灰住嘅，打翻个奇迹团战咧 ，J Team 呢一边都仲有机会嘅。哇！你呢个已经系信仰级别嘅奇迹嚟咯，即系已经系超级系啊，好信仰级别嘅奇迹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有可能发生嘅，即系所有嘢都我觉得系啊。咁但系当然要好大，因为其实我觉得 fail line 食恶意收购其实冇想中咁危险啊，因为其实 fail line 系好食技能嘅，即系佢嗰啲伤害系你要吉中弱点先痛，咁但系正常恶意收购嚟讲唔会吉中弱点，咁所以就都冇咁犀利，即系除非你话你大中五个，咁我哋再讨论系啦，咁但系你话真系，咦呢度想捉系咪？咁啊龙出咗噶啦，咁啊 BYG 咧就准备叫虎噶啦，已经系啦，准备食添啦，都唔系叫噶啦，叫啊叫咗好耐啦，准备食噶啦，大噶呢铺八番嘢嚟噶，咁啊地龙。但系就守，唔守，唔守，未守住啫嘛，唔守，唔系真事嘛，压住咗，诶、哎，直接系俾 J Team 一路攞咗啊，我二手货打出嚟咁啊，喂，直头系食完可以走到路添，禁益佢哋啊 ，BYG， 唔系真事啊嘛，即刻开翻个大噶啦，希维尔加速佢食巴龙。系就系咁啊，即系打牌咧，啲人成日话，诶唔好放虎啊，即系食得啊食。食得啊食，如果唔系咧就搞唔掂。咁但系呢度玩转个头咧，直接攞巴龙啊，小龙可以放，但系巴龙唔可以放啊。咁呢边就攞咗。咁啊中路啦，见到 J Team 啦，把握啲机会就推进啊。咁但系话呢度空月小心啲啊，加速啊，波波俾个二技去加速。呢度可以开哦，任拉哦，呢排就晒位哦，拉波啦，哎，差啲，再吉多两下。诶，呢度开大火就第三个，单一个啊，咁就。一个金人拖拖时间先啊，小 V 想疯狂输出，咁但系就俾呢一个嘅 Leaky 拉走咗。咁但系就呢度打残咗 Rock 嘅情况下咧，就可以松勾翻对面啊，咁直接将呢个高地塔攞咗，亦都系佢哋最烦恼一个位置啦。咁啊推到，中间亦都攞埋啦，高地塔守唔住啦，水晶命都破埋，咁啊再推进转线上路啊 ，Leaky 你见到就咗位噶啦一早。
咁啊，但系仲清紧兵，系咪推唔到啊？咁但系应该就都要散开啊，因为佢哋就唔怕慢慢打，但系啱条龙有少可惜噶，我觉得，因为感觉上一嚟佢哋团结够打啦，冇错。因为我觉得巴龙系一个 bonus 嚟嘅，即系你攞完小龙，其实你可以都一样系可以转到上巴龙。是一样的，所以就佢，我觉得在我的角度，佢哋就系纯粹选择咗一条小龙啦。咁同埋都几意不明嘅，就系佢哋一齐嗌散开嗰位，好明显系中路清线先，跟住下路又要推线，咁然后突然全部人散开晒，跟住仲要咁啱咧，去睇水嗰个 Kino 咧，俾人一埲墙间走咗。咁然后就冇人知道龙池，从此冇人知道龙池发生咩事，净系得 Husha 行咗入去，轻重大衰咗啦。咁冇办法啦，呢啲唔系好关佢事啦。我觉得五波嘅话就。系啦，咁但系个位置上就攞得好差，因为就你地龙最大问题就系嗰地形啊，佢突嚿石出嚟咧，其实你搵嗰阵直接喺入边睇噶，你会卡住噶，咁所以就你对嗰个视野要求好高啊，地龙嗰个地形，咁所以就啱啱突然冇咗个视野，就比较可惜啲，就真系俾 J Team 咁样偷个鸡啊，攞到条龙啊，如果唔系就应该四龙加八龙就情况就唔系咁简单嘅。系啦，咁啊呢一度 BYG 啊攞住个巴龙长驱直进噶啦，咁啊上面啦，本身诶睇嚟佢哋本身对于呢个 Lika 有啲想法噶，咁但系 Lika 都醒目仔啊，推完嗰波线之后即刻褪后啦，咁啊无功而还 ，J Team 呢一度又要落翻去守 BYG 四个人嘅嗰一边啊。我单场，我咪接嚟啦，见到啊过埋墙翻墙，即刻打前面隔住咗，咁你见到就Kino 俾人孤立咗，但后面呢球系落嚟啦 TP， 但系后面冇人跟到，后面见到就 Unibo 喺前面不断咁顶紧，咁但系顶唔住咧，俾人一棍收咗，咁啊见到就孤查都仲想上噶，但系就不断俾呢个小 B 再加埋啦，呢个加速拉扯紧，哇！但系条 B 系咪有机会咧？但系墙啊翻咗噶啦，追唔到噶啦呢位，但系就但系 BYG 好似唔好想放弃下 Minji 呢度。有 TP 噶 ，Minji 想追想追，但系留意翻 Minji 个位置啊！我话反捉翻有拉啦，冇拉啊 ，Kino 喂分身，喂护材呢度直接俾人打咗翻身甲，俾人几下逼佢 G 出嚟二技缓速，但系就早咗缓速冇打到落去，反而就俾护材咁样走得嚟，接住哇仲想打，拧个拧，拧个拧，哎呀笑一浸啊，收水啊，快浸浸温泉啊，可以真系拧一拧，拧一拧啊，浸一浸啊，浸埋个温泉啊，可以。恭喜你啊！乜嘢翻咗去啊？咁呢度就三十秒时间啦，咁啊死两件，咁呢个位置就睇嚟就可以推下路啊，得唔得啊？但系冇 AD 冇中路啊 ，TP 睇下落边啊，落中路嘅，落中路，落中路啊，咁要添咯，系咪啊？我呢个位置想 G 啊，系咪得喎？系、如果你佢哋想，但系 G 唔到。如果你 TP 落中路，应该系转线落下，应该系最理想。空月，空月仲有大技啊？会唔会再试啊？唔会啦，系嘛？好啦，今日走，大家和平解散，和平解散。机会成，因为三秒小龙啊。哇！呢一度系直接俾呢一个嘅 VI 啦，将 Waco， 其实 Waco 已经系连续两波咧。一滴輸出都未打咧，就已經係死亡咗啦。咁反而呢一度 BYG 係有少少進退不一嘅，因為佢哋好似唔係好知，即係佢哋一路咁樣 keep 住拉扯啦。但係啊 ，Kino 係一次都拉唔中啊。咁如果佢有拉中嘅話，個結果可能就唔係咁一樣啦。咁啊，然後因為你見到 Minji 其實係想 B 嘅，咁但係 Husha 好明顯係唔想 B。咁但係 Minji 如果 B 完再 TP 出嚟咧，最少咧嗰度都十幾秒，咁所以就。搞得好耐，咁但系唔紧要，最后小 V 亦都不负众望，再一次俾球呢个波扭中咗，亦都再一次死咗，系啦，咁啊搞到佢个队友啦，呢、這、一个嘅阿 Rock 啦，都跟住死埋，咁啊可惜少少。哦，打八千几伤啊，后尾拉扯嗰度，咁但系真系一路终结唔到，咁啱啱已经好彩啦，就系Husha 呢个位咧，啱嗰个二技其实啱啱冇打到落去嘅，即系小 B 个二技冇打落 Husha 身上，咁所以就冇死到啦。系啊，如果唔系去到最尾个结局，可能就真系会俾自己一个人就拉扯拉爆晒成队。我睇翻嚟到39分钟啊，四龙对两龙啊，龙云已经攞咗啦。咁啊，睇下仲点推咧，因为就八龙有三秒去出，可以摆眼可以攞啦。啱啱嗰波会战，其实睇到小 V 个伤害已经系好够喺度啦，即系只要 J Team 嗰边再拉得好少少嘅话，其实 BYG 系少少危险，因为你见到啱啱嗰两波团战 ，Waco 都俾人针对得好严重，基本上 BYG 可以话系打少咗 AD， 因为
基本上是一 Q 閃過去，即空穴一 Q 閃過去再接個 R 呢，希維爾完全是沒有生存空間，他就只可以站在那裡跟著等被人秒，跟著然後就得回 J Team 這一隊是有 ADC 的， BYG 是沒有 ADC 的整隊都。好、啊、打晒旗仔灯㗎啦，咁睇有咩过嚟帮手啊，咁当然係秒㗎啦，呢个巴龙唔使讨论㗎，40分钟一定係秒㗎啦。咁就得个睇字啊，都要过嚟守㗎，咁但係就真係时间太紧迫，又要 check 草又剩啦，因为就 Kino 俾压力好大啦，咁所以就而家就俾佢攞咗个巴龙啦已经。点打好呢，咁中间呢就嗰、那个水晶兵就外露嘅，上下路边线都类似啦，得返咗高地塔啦，咁有巴龙可以够分推㗎啦。有埋 GA 添啦，而家 Fail Line 唔驚啦，俾你捉到，起碼都拖到時間俾隊友嚟支援。咁佢嗰個分推嘅靈活度啦，就可以更加大啦。咁其他人亦都齊裝啦。咁 AD 就爭半件啦，小 V 仲爭少少，咁但係就冇冰食，因為後面嗰幾波咧就已經講緊係巴龍冰噶啦。咁所以佢個裝備就只能夠停留喺呢度位置啦。咁即係佢最尾個團咧，佢就會以半件嗰裝嘅差距就落後俾 Waku 嘅。咁但系唔紧要噶，因为 Waku 攞住装备，其实佢都打唔到输出嘅，咁所以个差距可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啫。吓，够唔够钱啊？系咪够钱啊？阿 Rock， 系咯，够钱咯。因为我见阿 Rock 食咗最尾只炮车啊，应该够钱啊，所以啱啱系，因为冇放晒俾佢啊，啱啱好够钱，就俾阿 Rock 攞埋咗够几水，系啦，翻咗去换装，可以啊。诶，咁啊唔同啊，有 GA 喺手。公平，真系公平啊！因为就BYG 个阵系一波爆发嘅，咁所以你如果你话有 GA 嘅话，其实个作用系比想象中大嘅，佢唔会系嗰啲踎低起身见头晕嗰啲 GA 嚟嘅，佢系真系会发挥到佢嘅作用嘅，咁所以应该会好啲嘅。但系你要上 cam 又睁眼啊，大家都哇啲题要出尽力推啦，你又会唔会中咗 Kino 先啊？直接一个闪现咁，但系朱女大爷冇中到啊 ！Kino TP 未交 TP 到 ，Kino TP 交落嚟啦 ，Mitch 都落咗嚟，我见收购中咗三个人啊吓！好在呢一度个大技留低咗 Rock 啦，咁啊直接咪死咗噶啦，中唔到 Waku 嘅 J Team 完全系冇任何胜算啦，只可以俾佢个十字弹射追住嚟弹啊！喂，系啦，咁啊，最后即系门牙，亦都系甩埋噶啦。咁啊，呢个主播亦都会交到 BYG 手上啦。虽然就时间上面啊，比上场就耐少少，咁一个12分钟嘅时间，咁啊，亦都俾呢一个 BYG 收下埋呢个第二局。咁啊，嚟到第三局 ，G Team 又可以拣边咯。哇，系啊，我又可以打南方啊。但系我一 check 紧样嘢啊，就系究竟有冇人估第一轮系 BYG 赢嘅咧？有冇高手咧？有啊。有噶，有嘅，有几个主播系估即刻 check 噶啦。BYG 有噶，一个英文主播，一个粤语主播，但系唔开名啦，唔开名啦，系啦，但系有嘅，劲啊，嗰啲劲啊，嗱，识睇啊，识英识波就系呢啲啊，系啊，好识睇啊，因为大部分我谂近九成嘅都系估 J Team 赢嘅，咁但系当然啦，都系觉得比数有少少唔同啊，系啦，咁但系都有啊，咁诶 BYG 咁长连续两场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我觉得个内容系类似嘅，亦都系行。J Team 解決唔到個問題啦，就係、是、嗰個分推壓力啦。雖然你話今場其實睇個數據上其實解決到嘅，即係包括 Lika 其實冇上場咁過分咁有統治力嘅，咁但係其實你會見到成場 J Team 就係花咗多資源落去推進，即係去殺佢，令到就係 BYG 有好多操作空間喺地圖上面去做選擇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喺執行上其實佢哋冇完全解決到呢個問題嘅，只係數字上睇落好咗嘅啫。係啦，咁所以就我覺得佢哋可以考慮一下攞紅方，我真係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反正你都嚟到呢度，同埋你輸咗最多都係落敗部嘅啫。但係感覺上南方今日勝算唔大，咁同埋佢哋要考慮就係、是要派邊個上路上場，因為如果一旦揀咗紅方嘅話，究竟邊個攞 counter pick 個威力會大啲？係啦，即係呢個就好睇佢哋自己團練嘅結果，即係包括可能 rock 啊同埋 driver 嘅角色詞，邊個可以喺 counter Lika 一控詞上面可以有更高嘅能力啦。咁呢個係佢哋需要思考嘅嘢。咁所以就 J Team 要諗嘅嘢好多啊。即係雖然落到敗部就話冇乜壓力，打 MFT 都接近係食緊咁滯啦。好老實講，咁但係而家今日啦，即係佢哋當然會希望喺勝部開始佢哋遊戲啦。係啦，咁所以就落到紅方，佢哋要諗嘅嘢，可能關鍵位上路嘅思考會落重本好多。系啦，咁就其实应该都系会继续出翻阿 Rock 嘅，因为你见到其实换咗阿 Rock 之后个游戏时间都有所延长，虽然一样系输，一样都系个根本问题解决唔到，咁但系游戏时间延长咗，意味住 J Team 其实喺个即系
更加多的空間俾佢喺度苟延殘存啦，係啦，咁所以結果論嚟講，可以見到其實阿 Rock 個上場咧，比起呢一個 Driver 嚟講係有更加高嘅作用嘅。咁但係真係唔係好解決到J Team 嗰個紅藍方嘅問題，因為你見到其實 J Team 咧喺打呢一個嘅紅方嘅時候，佢有時甚至會揀一啲 C 温啊呢一啲出嚟，即係佢個角色池上面啦，相對上嚟講咧會比較受限少少，亦都冇辦法可以揀到一啲適合佢哋隊伍風格嘅一啲嘅角色出嚟啦。咁尤其係面對住兩邊中路角色池咁重複嘅情況之下，你冇辦法可以揀到一啲你順手嘅英雄咧，其實對於呢一個以中野為節奏發動機嘅隊伍嚟講，係會造成相當之大嘅不利嘅。系，同埋就中路選擇啦。啱講個菲亞，其實今場同佢嘅隊友係切割咗嘅，即係當然佢自己一個係一個好可以帶到前期節奏嘅角色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邊線配豬女，下路配即係最拿坦啊！最大問題係你唔知邊個位可以發動進攻，而中路亦都唔係一個你好嘅隊長。咁我哋睇一睇呢一波開得靚啊，係啦。咁但係關鍵就真係少呢個位，因為我覺得空月冇得再好啦。佢能夠做嘅嘢就係咁多，因為我覺得佢今場真係冇得再好咯。系啦，咁但系就先留意翻个走位啦。佢一个人向上，因为如果呢个位置最好嘅做法，应该就系佢跟住个团队向下行。咁然后就慢慢拱上去，因为你计持续输出嘅啫嘛。基本上 Minji 领完嗰下大技之后，其实佢哋 BYG 成队都冇力嘅。咁然后就系真系少于一个人发挥噶啦。即系最坏情况嘅话，最多都系喺呢个时间点就双方拉走，咁一换一就算。咁但系而家最后嘅结果就系 Triple Kill 嘅球女，咁所以嗰、那个。结果就争好远，咁所以小 V 即系虽然 Week Six 大家都话佢打得好好啦，咁但系其实今日季后赛见到其实唔单止咁长，上场其实佢表现都系相当麻麻嘅一场嚟。但系比起佢嘅队友，我觉得佢都算系咁噶啦，系咁就呢、這、一个即系啱啱嗰下好明显，佢就冇睇到呢一个嘅立帝老师个大忌啦。其实佢早啲交金人嘅话，个结果可能又唔一样，因为化解咗立帝老师个大忌嘅话，咁啊呢一度亦都系啦。就过去其实就呢一度系好大机会可以俾佢拉到翻过嚟嘅，但系佢亦都系一个走位过前啦，跟住俾呢一个 Minji 右卷中咗，咁啊比较可惜少少。系啦，咁其实呢一波亦都系。一个嘅 Kino 啦，本身亦都好想做一啲嘢出嚟噶，但系其实佢哋都已经系避过咗咁多次啦。诶，呢一度亦都系冇拉中到，系冇错啦。咁啊，呢一度仲想追住 Minji 嚟斩，咁但系就冇留意到，其实佢大技一路都系冇交到出嚟。咁佢嘅波亦都将佢错咗位，咁所以就再加埋个 W 嘅伤害，咁就比较可惜少少。咁啊，两波都系。被呢个残破皇冠引诱到，可惜啊！系啊，呢、這个就系我谂好典型就系嗰啲 AD 啊，呢、這个位竟然仲有带，即系当人死完咧就会咁样讲噶啦。啊，呢、這个位球咧竟然仲有带，系疯狂打单牌嘅时候疯狂拼佢个大技，死咗之后啊，呢、這个位竟然有带，唔系真事啊，咁咧就死咗。咁诶，伤害面就冇乜得睇噶啦，我觉得即系大家差唔多，因为始终都系中野核心啦，而其他位置基本上都接近冇力嘅选角嚟嘅。系啦，即系菲欧拉就分推多少少啦，团战都唔会话太好发挥。系啊，咁啊，今场 BYG 已经2-0领先啦，咁相信呢个走势啊，大家都估唔到嘅，即系2-0亦都好大机会会系3-0 team 嘅。我觉得咁样落去嘅话，我真系好期待 J team 会拣红方，我觉得真系舒服啲，因为 BYG 今场真系好成功，佢将你嘅中野发挥唔到状，你谂下成场 game 早期嚟讲。Uniboy 跑了一次线上中路 ，Jungle 冇办法喺边线做任何嘅 gank， 佢上咗去上到一波下落一波，但系其实佢做唔到嘢嘅，因为你嘅线上面真系俾唔到任何控制俾佢，或者俾唔到伤害俾佢，系啦。咁啊，今场嚟讲就 Kino 啦，咁好关键咯。我谂佢攞 MVP 嗰一波就系中间大技直接控制咗小 V， 令到佢完全喐唔到嘅嗰一波咯，系啦。咁但系其实都要小 V 自己行上嚟送温暖，佢先至大技到降真嗰个距离。咁就一个 MVP 啊，咁啊最后俾咗 Kino， 咁就 J Team 呢一度就真系要再睇下佢到底系拣红方定蓝方啦，因为对于个中野上升咁接近嘅队伍嚟讲嘅话，有时可能留翻个 counter pick 可能会舒服少少，系啦，咁就
而家咧就入一个 break 先，我哋入一个广告啦。咁啊，转个头翻嚟啦，嚟到可能系呢一个最后一场嘅 Round One Day One 嘅一个比赛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见。